台湾，一个人可以拥有整个鞋柜，不同的场合换上不同的鞋子，甚至是鞋子成为装饰美观的消耗品。可是在非洲肯亚，只要一双旧鞋却可以拯救一个人的性命。个头不高，灵魂却刚强如巨人般的杨佑任，意识到另一块大陆迫切的需要，率先在台湾发起了救鞋救命的行动，引起网络上广大的回响。上万双鞋子装在货柜中，串起了两地的情缘。杨佑任的妻子雷可乐，加拿大籍的宣教士，因为对人的热爱，欣然投入丈夫发起的行动。东西文化的合并，让他们对世界有着更宽广的眼光，不只看到第三世界的物质需要，更渴望拯救当地人的灵魂。各位好朋友平安，在台湾大概绝大部分人早上起床一下床穿拖鞋，然后去上班就换皮鞋，下班了很累啊，穿个休闲鞋吧。礼拜六、礼拜天如果要去爬山、去运动，穿球鞋。每个人大概都有好多双鞋，甚至可能有一些女士们说，我的鞋柜里面有100双鞋。我们大概很难体会，在这个世上有人是连一双鞋都没有，而且会因为没有鞋竟然会生病。不但会生病，可能会截肢，甚至会失去生命。因此在这段日子里面，台湾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行动，说救鞋救命。一双旧的鞋子真的有可能救人的生命吗？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救鞋救命这个行动的发起人杨佑任。佑任你好。你好，恭喜你。在肯亚那边这些居民他们因为没有鞋子，会带来那么多的一些后来的后作用，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那边普遍地上都会有一种虫叫 jiggers， 那中文叫沙蚤。沙蚤基本上就是会从你的脚趾头或者指甲钻洞进去，然后在里面寄生。那为什么会说到比较严重，甚至到叫截肢，甚至会危害到他的生命呢？沙蚤进去的时候，他在你的脚上留下了伤口。那伤口在那边环境本来就比较恶劣，然后就是说又没有鞋子穿，直接接触地上的一些不管是垃圾、泥土或者其他的病菌，就很容易开始就有并发症。你的手可能会有扭曲的状况。就是或者说整个就是溃烂这样的一些状况哈，这个佑任你是怎么知道的呢？2年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那岳父来台湾，那常年他一直都在国外宣教，那他来看孙女的时候跟我们聊天，那也让我们看了他当时那一年去非洲的状况。那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看到那些沙蚤的问题。那他们是有想过就是给鞋子，可是他们是用行李箱给，那行李箱你塞个50、100双就差不多了，对。那所以他们就会叫小孩子排队，从最小的开始排，然后就开始领，那领到一半后面的可能就没有了。对，那我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说我爸爸以前刚好是做鞋子的，然后有一些库存的鞋，那些鞋子就不能卖了，因为太久了，可是还是能穿。所以我跟我姐然后还有太太，我就想说那就跟爸聊一下，把这些鞋子送过去几千双这样。可是半个货柜都不到，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在我有一个基督徒的部落格，在上面写这个故事，我就做了一个海报，然后就开始说，如果你有鞋子，那就给我，那我要送去非洲这样子。那结果就开始被疯狂的转贴，1000次、10000次、好几万次，那当时都觉得说非常的兴奋，然后这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可是隔了1天之后，来了1000个箱子，然后里面装了好几千双鞋子，在我爸妈家门口，那时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然后那时候喊停都停不下来了，然后开始报上新闻，然后就变成救鞋救命的活动。所以那个回响远远大过你们当初所期待的哈，非常非常的大。大家都会问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创救鞋救命，或者说为什么会想要创一个组织这样？我就说，不是我想要创啊，是神丢给我的。当初其实只是一个感动，
对，就是一个感动，然后是上帝把它加倍加倍的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经费很难筹啦，人力需要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都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最困难的是当时每天我都要听到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说，哦，又一千箱来了，把我们压死了啊，我受不了了。那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怎么办才好？就说是我这个儿子出去闯祸，然后爸妈在那边搬货。所以是整个家都投进来，成为你的第一批义工，大概就是爸爸妈妈、哥哥，对不对？然后还有爸爸在台中的教会，那教会之间开始响应这个活动，或者说帮忙帮这出一份力，帮他把这件善行做好。那接下来有意要继续延伸下去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层面是找学校。第一，学校有场地可以置放这么多的东西；第二，是学校有人力。那老师叫你做，或者说学生就是当志工。但是其实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这会教育我们自己台湾的小孩子。就是说我在这过程当中看到非常多的小孩子被启发，就是说他们看见世界外面长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所能够得到的世界观以及善行的这个习惯，最重要的是因为整个核心是绕着信仰。那无形的就是一个宣教的管道。要到世界各地涂鸦，要变成最有名的涂鸦的人，所以就画一个地球这样子。求学期间几乎都在澳洲长大的杨佑任，热爱上了嘻哈文化，涂鸦喷漆成了他的生活重心，也因此结交了一群较复杂的朋友。但当杨佑任认识了一位比嘻哈更酷的挚友耶稣后，他渴望能将这么美好的信仰分享给身边的年轻人。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其实就经过很多的挣扎，然后信主以后他很能够跟年轻人的心认同，了解年轻人的心里面的挣扎，然后他也不会责怪，也不会定罪，我觉得他能够跟对方的角度来引导。如果你看他以前照片，是所有都是180几、190几，那只有他小小一只，然后他小小一只是管所有的人。达明有讲过一句话，他说看到那个佑任的时候，感觉好像一个小巨人，就是看起来很小，可是他是内心是一个巨人的那种感觉。对他，所以我觉得他在澳洲其实有点像这样，虽然他是小小一只，然后很爱玩，可是他讲出来的话，他要很认真就很认真。因为他们澳洲其实很多的那个 gangster 就是帮派的小孩子，那他们都没有家可归。那他记得有一个小孩，他曾经跟他讲说，就是很谢谢他，感谢他。他说之前他都不敢，就是走路的时候都一定要往回头看，因为就是一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拿枪就干掉这样子。就是他说他其实很感谢，他说他可以很勇敢的就走在路上，不用一直回头看，就是不用一直担心害怕。那因为他就是改变那个人，他去了教会，然后把他从就是比较不好的生活拉起来这样。每一样事情能够做成，其实关键都在人。那么杨佑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其实你16岁左右就到澳洲去了。爸爸以前做生意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国际的客人，那一直以来都是要透过翻译。是。那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如果以后你们自己能够说英文的话，那在这个生意场合里面就不需要透过翻译，而且能够跟客户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但是把你们放到澳洲之后，听说兄弟你辍学2次哦。那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很喜欢画画。那我一直觉得说，那我已经很清楚知道我未来也是要画画，做设计的。那我就不要再浪费时间读跟这个没有相关的。你喜欢画画，其实连画画你都蛮另类的哈。我年轻的时候因为非常非常喜欢，到现在还是啦，非常喜欢那个嘻哈文化，hip hop。那就是说 hip hop 里面你有饶舌，你有 DJ， 你有跳街舞的，然后你有涂鸦的。涂鸦的圈子里面，你一直去探索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人跟毒品、跟帮派、跟偷窃这些东西都是在存在的。甚至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涂鸦界的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专业的，你够厉害，你的东西不能用买的，你要用偷的。你的工具，画画工具要用偷的。像我以前朋友就是涂鸦到他的等级到很高的时候，就是说很有名的人，其实都是被警察通缉的。因为政府每年要花好几百万的钱
在洗刷涂鸦这些事情，所以你们那边拼命画，这边要拼命把它洗掉，所以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在国外他们真的有这个社会问题的存在。那这些问题的确存在，那可是我并没有参与到次文化里面的毒品跟这些所谓的偷窃，虽然这些东西都在我的身边，甚至在我的朋友里面，但是我想也同时让我看到社会的两极化。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所谓的嘻哈圈子里面，这个两边游走的状况之下，我看到社会的问题，我看到朋友在卖毒品，朋友在打架，朋友生活的非常痛苦的样子。是，那我也看见教会里面那些从这些状况里面走出来的人，我看见了，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重要。到底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去思考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不一样，生活这么不一样？这是很在整个的社会层面里面，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区块。对，同时在这两个区块当中会有很大的冲击哈。因为你刚刚提到说除了在 hiphop 这一块之外，另外教会，你是怎么走进教会的？因为其实在你的家庭当中，这不是你们的宗教信仰，对不对？你是怎么走进教会的呢？十八岁左右的时候，我就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那当时其实我需要找一个篮球场而已。那我找到了一个篮球场，然后篮球场旁边全部都是涂鸦。我想说，那这个就是我的地方了。我走进去之后才发觉，原来那是一个那个活动中心啊，社区的 community center 这样子。然后结果里面是被教会租下来用，所以原来是一个教会。那里面刚好牧师就出来陪我聊天，就说：“哎，你要打篮球啊，怎么样的？”结果那个牧师跟我非常的频率非常的相同，因为他以前也是问帮派的哦，对，他也是全身刺青，然后他讲的话让我不会觉得好像是穿西装打领带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这样子，所以他跟我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就聊天聊天聊天。那我也知道认识了他，然后对他的生活非常有兴趣。所以间接对他的信仰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的生命跟他的生命的故事，我很好奇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从全家都是帮派，他爸爸以前在他家门口就被谋杀掉，然后他的哥哥也都是去混帮派。那为什么他会从走进教会认识这个信仰之后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是一个家庭幸福，然后懂得爱老婆尊重父母的一个人？听说你开始走进教会之后，当然他们很吸引你，你也开始去开放你的家，让一些青少年进到你家里面来。对，在我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自己的生命有了改变，我自己找到生命的意义之后，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应该回去把我的兄弟也都拉出来才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放我家，所有年轻人都能进来住。那我家门是不锁的，有一次我去上班，下班之后门一打开，整个房子超乱。我想说啊，被抢了，被抢了。可是不对啊，电视都还在，电脑、钱都还在。结果冰箱一打开，哦，冰箱里面吃的被吃完了。那应该是打电话问一问啊，刚刚有人在我家 party 完了。所以我家那时候的门是不开的。然后有一次回家打开门的时候，那小孩子就说：“有人，你先不要生气，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然后他说。然后他就打开，他就带我进去，然后看到我家墙壁破了一个这么大的洞，然后床折两半，然后说：“哎，那你们怎么玩的？你们怎么把折到这样？”我说：“没，他们还一直说没有没有没关系，这个我们可以修理，那个床我们可以把它凹回来 ，OK。”然后他们去那个购物中心偷了一张海报，然后贴到我家墙上。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会支持你继续走下去，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墙被打一个洞啊，回家乱成那样。其实会看到改变嘛？他们都是有烟酒或者说一大堆瘾之类的人。那我家的规定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那我不强迫你，但是如果你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就不能做这些事情。然后，而且要上教会。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们被人家赶出家门嘛，没地方去，所以你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则，一定要跟我再混在一起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那时候的互动就是这样子，甚至有好多很好玩的有趣的事情，甚至还有那个。脏话童子，你骂脏话就要捐一块钱，然后你就是一块澳币或者两块澳币，你骂一个字就一块，然后第一个礼拜就存了几百块澳币了，然后全部拿去捐，牧师看到一大袋全部都零钱这样，所以我想那时候的生活是蛮好玩的，但当然最重要的是看到一个帮派的小孩子，从那一种生活他进来到我家一段时间过后，
他认识了神之后，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他站在讲台上面，他写了一首诗，然后送给神的诗。那我站在后面看，我就觉得哇，就是说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能够帮助一个年轻人从他以前的样子变到现在，从以前在帮派的样子到现在站在台上分享赞美神。那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这个辍学生，或者说我并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但是神还是愿意使用我，非常的感动。可是在你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而这个梦竟然跟非洲有关，而这个非洲梦其实是跟一个 picture， 你看到的一个 picture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那有一天晚上，我走出去我家门口去附近的公园祷告，我就坐在那边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听诗歌，我就突然很感动，很感动，然后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感动。然后我看到的画面是非洲的小孩子的画面。那这个也蛮莫名其妙的，就是说我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关联，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关联。那只是知道说心中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就是在非洲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在那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在祷告神，你我的未来你要我做什么。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到一个图片，就是我的小手握着一个小孩的手，还有我抱着一个小孩，然后抱着是像非洲的那个用布的抱。然后我就感觉就是神真的是要我呼叫我当宣教师。雷可乐常常笑称自己是鸡蛋外白内黄，因为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从加拿大远道来到台湾，对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有着深刻的关怀。他跨越文化的藩篱，即使在自己最穷困的时候，仍然以别人的需要为自己的重心。他一开始就是哭了，就是一开始到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哭，说我怎么会来台湾，然后为什么神要把我丢到台湾。然后他其实那时候不会中文，也不会，可是神也蛮奇妙，因为他才来，他大概就是来4-5年之后中文就讲得很好。对，然后包括现在有时候你跟他讲话他是没有口音的，那常常那个送瓦斯的都很惊讶，因为送瓦斯会打来说那个我要送瓦斯，然后那个他就跟他讲中文嘛，讲完之后他门一打开说你是外国人哦。那经济上当然他有需要啊，但是他就是非常有信心，而且就是神的供应就让他从来没有缺乏过。好，那这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信心的榜样成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学习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完全没有钱可以付房租，然后他是Kara 就是可乐只有认识他不在场，然后那一天早上他到了教会来，然后可乐就给了他一个信封，然后说这是神我感动我给你的，然后那个同学拿出来，完全是他一个月的房租的钱。带着一个好特别的非洲梦，杨佑仁回到了台湾，而在这里呢，他遇到了另外一个有非洲梦的人，却是来自加拿大。我们要欢迎 Kara， 欢迎你，欢迎你。你是加拿大人对不对？对，出生在那里，就住在加拿大。爸爸是宣教士。嗯，对，我爸爸他从小时候就是宣教士，19岁就在印度，然后11岁的时候他自己带我跟我姐姐还有妹妹一起去。哦，所以你也有去那个时候？对，有去印度。那你是几岁开始真的开始你自己的宣教的路？我第一次自己去是15岁。哦，有什么不同的领受？因为那个有很多经验，也是就是靠钱的问题，也是要靠神。以前都是靠爸爸妈妈，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挑战我的信心，真的有相信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之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你有很多次的经验在不同的国家，你那个时候会觉得你会在非洲留在那里？去南非的时候感觉很不一样，南非就像 like Europe， 就像加拿大、美国，就很完全不像我
的想法，印象当中的非洲，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在那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在祷告神，你我的未来，你要我做什么？你到底要我回加拿大，还是工作，还是怎么样？你要我做什么？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到有一点跟他像，就是看到一个图片，就是我在一个路上，感觉就是非洲的路上，就是土的。然后我的手握着一个小孩的手，还有我抱着一个小孩，然后抱着是像非洲的那个用布的抱。然后我就听到说 ，Karen， 你会在另外一个国家顾你的小孩。然后我就感觉就是神真的是要我呼叫我当宣教师。是。那你怎么来台湾的呢？去Tanzania 之后，我回加拿大开始上班。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我床上，我就祷告，我说：“神，为什么一直有这个感觉？是你吗？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找新的工作吗？还是去另外一个国家？为什么一直有这个感觉？”然后听到非常清楚的声音跟我说 ：“Kara， 我要你去台湾。”然后就说啊，台湾？你知道台湾在哪里吗？完全不知道。我在想，应该是在泰国的一个城市。Thailand。所以你是听到这样一个感动，说要你来台湾。对。但是一开始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就隔天真的查在哪里，就在网络查台湾在哪里，然后看到是一个小岛在大陆的旁边，我就说 Oh my gosh， no no， 我不要去，因为觉得中文是最难的语言，然后所以其实过了两个礼拜，我就一直说 no no no， 但是每天上班我就在我就是一直听到 Carol， 我要你去台湾，我要你去台湾，然后就哦，好烦哦，好好，我要问，就是我问我教会的一些姐妹跟我牧师帮我祷告，好。好妙，是他们每同一天每一个人回来跟我说 ，Carol， 我觉得你真的要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你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直有平安，没有说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去。那这真的是宣教师的特质，真的好勇敢。上帝呼召你，你就跨出这一步，你就去了。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发现其实是蛮辛苦的，对不对？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来这边。我觉得 Oh my gosh， 这边都是很有钱的地方，然后大家的学历就比我高，然后钱比我多，然后我也不会讲中文，我怎么可以帮助这些人？然后一开始也是我就是宣教师的驻留证，所以我不能上班，然后就是一直要靠神。我记得有一次是我手上就200块，然后。我就想哦，怎么办？我只有200块，然后一直祷告说神，我真的需要钱，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我的家的冰箱坏掉，所以我平常就在家吃早餐，但是我家对面有一个早餐店，我就过去那边，然后订一个早餐。我要给他我的钱，他说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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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哦。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生叫 Peter， 他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我的状况，他不知道我真的没有钱，但是他每一天我去那边吃早餐，他每一天请我吃。多久？后来我大概一年的时间。哇！然后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时候其实也很多次，我就是钱没有，然后我就那有一天晚上，我朋友打给我说 ：“Kara， 我今天做很多菜，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吃？”然后他会。吃完他会打包一个东西就带回家，所以就是每一天都有东西可以吃。哇！所以呀，我觉得透过这个神真的是，就是教我要这么靠，就是靠他，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家附近说身上只剩200块钱啊，没有钱，然后没关系啊，找朋友，找家人，找，可是。你是离开家很远的地方，对不对？真的，除了神，大概很难抓到别的可以。但这种经历是很宝贝的，对不对？嗯哼。不但抓到了可以免费吃早餐的早餐店老板，还抓到了一位杨佑任先生。你们怎么认识的？后来我在一个地方叫木匠的家，我就是开始在那边服侍，然后有一个我们开一个 youth group， 然后他也那个时间都会来。然后我发现他的英文很好，但是其实第一次看到他就完全没什么感觉。我想这个小孩是谁？哎呦！但是就是觉得哇，我那时候还衣服还穿的比较大件，我那时候衣服穿的比较大件，帽子是戴歪的。你会期待这个会是你
将来有一天你的白马王子，你想要嫁的人吗？我原本在想，就是想要一个很高、很帅的一个很高，因为我爸爸198公分，哇、wow. ，所以我都一直以为我如果我拥抱我的先生，我就是这样子拥抱他。所以，然后我第一次认识他，其实我第一次认识他没感觉，但是后来我开始有感觉，我都会一直想，他真的比我多矮，我不知道。所以跟你的期待有距离。就是我们开始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很不一样。比如说我第一次问他，如果你可以去一个国家，你想去哪里？他就说我要去非洲。然后后来也看到我们越来越聊天，我发现他真的是很爱神的人，而且他也常常挑战我，就是要为人祷告。然后这个也是我很有点害怕的事情。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去中央大学走一走，然后他看到第一次看到一个女生，她脚受伤，他说：“哎、欸，看到那个人，你要不要为他祷告？”我说：“啊，现在这里，好，你为他祷告。”然后他就很勇敢去他面前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真的相信神可以医治我们，我也看过。”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想，哇，虽然这个人没有很高，但是他的信心是超高。我觉得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想要这种人结婚，我觉得我真的可以跟他结婚。哇哦！所以，因为所以他就开始追我了。杨佑任、雷可乐发起的救鞋救命行动，不只是提供非洲当地的需要，更在台湾新一代教育体系中掀起了一阵波澜。老师带着学生全校响应，还有大专志工热情的投入 Step 30的行政事务，台湾孩子的眼界正不断的被扩张。有时候在台湾你看不到这么多的就是别人的需要，可是你反而因为这一些故事、这些照片，你让台湾的人民的小朋友看到了就是贫穷的需要，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其实从很简单的就是一双鞋开始，就是这个激发起台湾的年轻人对未来是有盼望的，特别台湾的社会很多的教育的模式都是 no no no， 不可以摸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好，只要好好读书，好，那可是小孩长大以后都不知道那我人生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激发了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可以找到说我可以做的对的事情是什么，所以给他们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带来一个对台湾社会年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也看到很多年轻朋友像我们的志工投入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哇，他们其实那个投入是常常两三点的时候还在回 FB 啊 email， 我说要睡觉了。那他们有很多的投入其实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的，就是如果你在 Seven 打工做到这时候的pay都很高了，起码有pay，然后我们没有付很多钱，就是只是志工的补贴而已。所以我说非洲这一趟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冲击，我说哇啊，有人这样的过生活，然后所以回来没有办法静下来，我就很心没有办法静下来，我说有没有办法改变一点点。这一路走来，其实在救鞋救命这件事情上面，我想走到今天看到真的神很大的祝福这个事工，因为网络上的讯息太多了，每一天有太多讯息在网络上能够引起这么多的正这么多的回应，你不得不承认那是上帝的手，上帝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有人会不会面对一个问号，就是说这永远救不完吗？那边那么几千万的人在那边，我们就算现在100万双鞋过去，其实也就是九牛一毛，而且你送100万怎么办呢？3年后鞋子坏了，4年后鞋子坏了，还不是一样？那你怎么看这件事？你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不管今年寄100万双跟1000万双，5年之后这些鞋全部烂掉，又打回到原点，所以一定要做更深层的。那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在过去宣教士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他们所做的事情、所盖的东西就是三样：教会、
医院跟学校。那医院当然是解决当下，就是不要死掉嘛，不要疾病。然后接下来是透过教育，教育才能够给他们明天的一个机会。那教会的话，基本上是帮助他们人格的培养，因为你再多的知识，没有人格，好的人格品格是没有用的。是，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做一个更深层的帮助。那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送过去的货柜，都是直接买下来，然后货柜到了当地，把里面的物资发送完，就是第一就是先急救他们的脚的问题，然后让他们不生病，然后货柜接下来会变成学校教室，可能是教职场用的东西，可能是教电脑，教这些生活上的，不一定是说一个学校一个小学，而是很多不同的教室，然后育才中心。那在台湾，其实我看见的是教育，是我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在这过程当中被启发。前几天，上个礼拜有一个女生写信给我，她说她是园林家商的某某某同学，她说她有参与包鞋，她自己也送了几双鞋子，她看见自己所做的事情在非洲得到的改变，那所以她相信她能够改变世界，她相信自己，然后我也鼓励她说，没错，上帝用的不是最完美的人，上帝用的是最愿意的人，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你可以做得到。再加上每次演讲的时候，我会让他们知道说我的学历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的财务、我的经济收入非常非常的低，那所以这些是社会告诉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东西，但是我却没有，但我却可以做更大更多的其他的事情。所以像这些透过这些方式，我可以去鼓励那些年轻人来启发他们。那过去的年轻人，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生命会被挑战，他们自己的生命会被启发，回来台湾之后五年十年，说不定他们一年之后就不做救鞋救命了。但是这些年轻人被启发之后，他们会未来会去创新的东西，他们会去改变这个世界，他们这些年轻人或许就是未来改变台湾的年轻人。那我想这是我看到救鞋救命最深远的意义，其实是在教育年轻人，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看到这个世代的需要，我觉得那个对他们真是很重要，真的很期待说下一代的人会觉得说，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参与在改变世界这件事情上面。好，经费呢，经费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做了救鞋救命这件事情一开始的第一个货柜，我们是全家的那个一点点微薄的那个积蓄全部都送上去了，然后我的姐姐也有帮忙，然后我岳父出很多钱，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把它硬塞过去了。那也不知道后面要怎么走，但是知遇就是我们现在的里面的同工团队的核心人员之一，那他以前是做行销，他专攻的就是社会企业。这些送鞋救命、救鞋救命这样的一些事工，跟传福音这样的事上，在这块土地上，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让这两件有关系呢？你们是怎么看的？当我们办活动的时候，一个活动现场可能会有1000个志工，那我们会希望教会的参与，教会派志工进来当领导，那在这过程当中，包鞋的活动里面，教会就能够对他们传福音。然后假设说我们今天在台中做一个救鞋救命的活动，那台中教会可以跟我们联络，台中教会直接进入到这里面，然后一起来包鞋，一起来做这件善举，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传福音，这样子。就是被勒索、被要钱，因为摄影器材，然后朋友差点被抓去关，的疾虐，说什么那边刚好遇到那个镇上的暴动，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那边刚好有那个青年党，会叫青年党的恐怖分子的事情。是，我们在新闻上可能有屠杀，对，有屠杀，那时候屠杀基督徒。杨恩雅是杨佑任与雷可乐爱的结晶，这年纪的宝贝通常是被父母捧在手掌心上小心保护着，可是才1岁半的她，双脚早已经在非洲大陆上奔跑过，在孩子的眼中是哪一种肤色语言并没有差别，穷困富足不是困扰，
因为父母在用神的眼光教育他。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他自己的孩子将来，他就说：“爸爸妈妈以前从小就带我到宣教地区去过，那种宣教士的心怀就会深植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好，我相信对他们自己的家庭，对当地的人，看到说连孩子他们都带来，好，那个爱的流露就是更深。我妈妈他们还是担心就是非洲的条件问题，对，然后那个时候是非常反弹的。然后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把小孩带去？你们两个自己去就好了。那小孩如果等一下怎么办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如果生病了怎么办？这样，对。可是蛮奇妙的。后来整个我们去非洲回来，到现在他们回来台湾，然后我爸爸跟我妈妈就说：“啊，那你们下次去非洲的时候，我们再跟你去。”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我觉得人都会担心，一开始会担心这个状况。可是回来之后才发现说，哦，你看他们的收获也是很多的。台湾人的爱跨越海洋，温暖的穿戴在非洲孩童的脚上。原本看似截然不同的两地，被上帝用巧妙的方法串起情缘。现在杨佑任要做的不只是满足物质的需要，更改装货柜成为教室，要从教育来翻转非洲。那不只是送鞋，然后最深远的是教育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们是一个很多文明国家会援助他们 的一个地方，那他们也是有一些不错的资源，然后很好的环境，可是其实是也是政府的关系，教育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他们会去那边盖一个水井给他们，可是他们那个水井坏了，用久了当然就坏了，就不修理，他就开始喝脏水。所以就是他们是你已经给他东西了，他就是坏了，就是他在这边啊，那我就喝脏水。所以是那个他们的心态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从教育开始，你可以把它改成学校，然后从真的实际上他们教育开始改变他们，让他们可以自己自主。在两个年轻人身上有非洲梦，虽然他们从很不同的地方被带到台湾，再带到中壢，而在这里，他们的非洲梦越来越实现。在2014年、2015年，他们真的踏上肯亚非洲。我特别要想要请问，就是柯尔，你大家都会，一定很多人都在问你一个问题，是说你怎么敢把小孩带去？孩子去的时候才多大啊？1岁3个月。哇！所以你带他们去的时候，不会很多人质疑你说你怎么可以带小孩去？你没问问看你爸妈同不同意吗？他们是宣教士。对啊，其实对啊，很多人有跟我说这个事情，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已经在那边，他们有去过那个地方。那我妈妈我说，你真的觉得会危险吗？对小孩，你觉得会危险？你觉得我要担心吗？你们后来生病，还碰到好像碰到很多事啊、哦，就是被勒索、被要钱，因为摄影器材，然后。东西被偷，然后朋友差点被抓去关，的疟疾，然后还有说什么那边刚好遇到那个镇上的暴动啊，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那边刚好有那个青年党，回到青年党的恐怖分子的事情，是我们在新闻上有屠杀什么这些，对，有屠杀，那时候屠杀基督徒啊，对啊，所以你们就是基督徒送去那里，所以。我朋友都说你们很明显的目标啊，你们就是基督徒在那边发泄。第一个就是先干掉你们两个。所以其实危险是真的有的。当一个妈妈，你会觉得危险，就是看到很多小孩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怎么样的病，然后我女儿可能会跟他们玩一玩。有时候当一个妈妈就真的会觉得会被传染，会不会对这个、但是我就是每天要，就是说 OK， 神，他就是你的，你会照顾他，我不要担心。然后。当然，我要就是好，就是洗他的手，常常洗手。但是最大的就是神是他爸爸，他一定会照顾他。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刚刚提到说你们的朋友还被抓、哦。我们住在我们朋友那边嘛，他们的一个算民宿，然后东西被有人跑进来里面，然后东西被偷走，然后报警之后，警察第一个冲进来就是先抓我们朋友，他说这个是。这个是那个 inside job， 一定是他们搞的啦，他们故意要设你圈套的，然后就把我们朋友抓走，然后我们那时候在那边很久，
就是去警察局要去把他想办法把他弄出来这样子，他就说明天就要上法庭啊，什么定他们罪，然后我们就折腾了很久一整个晚上，然后刚好因为救鞋救命的事情跟政府，我一直都有跟政府的人在联络，在聊说要怎么样来帮助非洲肯亚这边地区的人，所以认识了很多政府的官员，赶快一个一个打，叫他们过来，把我朋友带出来。所以来了几个政府的人，然后才搞到晚上很晚才把他们弄出来这样子。那弄出来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好险你在那边坚持着把我们带出来，因为如果你没有把我们带出来，很有可能就是进去就十年。”但是这些状况，就是我想你们两次去啊，2014年去，2015年去，两次去。其实看到很多很真实的一些情况在那里，那也的确就像你们刚刚讲的说，就是会碰到这些状况，而这些状况也那就是现在的肯亚或者是非洲，那这些不会让你们觉得说算了，就让非洲只是个梦吧？我反而相反的，在那一天当我朋友被抓的时候，状况非常的多，然后身心疲惫，然后很危险的状况，以及很复杂的状况，一整个搞下来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很强烈的听到神跟我说，不是神跟我说，就是一个经节跑出来，就是说光，灯点着，就是要放在最黑暗的地方来照亮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是光，那这是我看见最黑的地方，那我应该要来这边住才对。其实我们在肯亚好像第二个礼拜，他就跟我说 ：“Kara， 我觉得今天神真的要就跟我说我们要回来这边。”然后我就是有点吓到，我就在 ：“Oh my gosh, really？” 啊、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真的可以住这边吗？但是其实过了几个礼拜，我就认识越来越多人，然后我们去蛮多的孤儿院，我听到很多人的故事。我觉得你，如果你在那边，你听到他们自己的故事，你真的会觉得 ，Oh my gosh， 怎么可以有小孩这样子过着？就是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那么穷，爸爸妈妈可能爸爸走死了，然后妈妈就找到另外一个男生就走了，留着他三个小孩。我就觉得我听到这些故事，我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当然很危险。但是对他们来说，当地人他们没什么选择，他们不能离开回台湾，住这么好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有能够帮忙一个这样子的小孩，我觉得真的是值得。然后有可能对我的小孩是会可能会比这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危险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其实我觉得他住那边其实比这边更好，比加拿大更好，因为他都会学习怎么爱人，怎么帮助别人，然后也看到他自己的状况真的是比很多人好，他比较会觉得我是很祝福的。谢谢你们，我觉得很感动，觉得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在那里，而且那对他们是好的。其实，当然我觉得，其实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很棒的属灵的传承，以至于你可以觉得这样的眼光也要给我的孩子，让他看周围的人活在爱里面。有人再给大家一点鼓励好不好？我想真的这个世代很需要有人可以这样有一个更广的眼界和心胸来看这个时代。上帝用的不是完美的人，不是最有能力的，而是最愿意的人。所以不要看着你的学历，不要看着你的收入，或者说人家怎么看你的职位，或者说社会给你的框架，你要去追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然后追随他所给你的生命的一个目标。那我相信你会在里面找到最深最深层的东西，那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创造你的原因。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有家庭之后觉得哦，我不能做什么，但是你看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做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带我们的小孩去做。我觉得其实如果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不管我们有多少钱多少的学历
你就知道我们两个的学历没有很高。其实，对啊，很多人可能会跟你说，你没有这么学历，你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你靠神，就是神会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年前，我想对你们两个人来讲，都不会想到这一年当中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大的改变，然后真的去肯雅了，然后不但去了肯雅，还带来这么多上帝可以要做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觉得说，我们好荣幸哦，我们可以参与在上帝爱肯雅、上帝爱非洲、上帝爱这许多人的事上，而我们是跟神一起同工的。谢谢你们。我觉得上帝好奇妙哦，这两个这么不一样的人，上帝把他们从世界两个很遥远的角落，一个从加拿大，一个从澳洲，拉回到台湾的中立，他们在那里相遇。而这两个人从很多外面的外形或者是条件来看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里面却有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从上帝而来的对非洲的爱。我相信他们也不太懂说，如果上帝让我们两个人都很爱非洲，为什么把我们两个人放在台湾的中立呢？我们不就直接去了？真的就好像我们分享说，人生如戏，人生这一台戏的编剧是上帝，在这位上帝的手中，他就是知道那是第三幕的戏，第一幕你不要急，第二幕时间没到，时间到了，主就会成就。透过一个这么特别的方式，救鞋救命，把他们和肯雅和非洲连上线了。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在听这一集，在看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哈，你们真的把孩子要带到肯雅去啊？短时间去了也就罢了，接下来他们其实在寻求要不要长时间留在非洲，要把孩子带到非洲去吗？可是我很感动的是 Kara 他的妈妈说的，他说你们问错人了，因为他的爸妈是宣教士，对一个宣教士而言，他说我们从小，但你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不是要不要去一个地方，那里安不安全，那里的环境如何，那里的经济状况，那里的不是，我们只是考虑一点，上帝有没有带我们去，上帝带我们去我们就去了。这位做外婆的，就是妈妈的妈妈，做外婆的人说，哪里安全呢？什么地方安全呢？是加拿大安全还是美国安全？是英国安全还是台湾安全？ 是日本安全还是泰国安全？真的，真正的安全是在基督里，在主的心意当中，主带我们去那里，他就负责任。我一直好喜欢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笃定的盼望，那个盼望不是从此风平浪静无风无浪。如果无风无浪，为什么要避难所呢？要避难所就表示是有困难，是可能都会碰到这些困难的事情。为什么要有力量呢？因为有一些情况是超过我的能力所能够 control， 所能够掌控的。为什么需要帮助呢？因为我有无助的时候，但是有神，即使有最大的困难，有避难所啊；即使很无力，但是神是力量啊；即使现在很无助，他却是随时的帮助。这是多美的一个恩典啊！同样的一句话，我在另外一对宣教士夫妻，他们从北美很好的生活、优渥的生活，被上帝呼召到泰国的北部山区里面去，也是同样的，很多人问他们说，你们自己去也就罢了，你们怎么把孩子带去呢？孩子又不是自己选择的。但是他们说，我相信天父上帝比我这个做爸爸的更爱我的孩子。他说，哪里平安呢？什么地方是真平安呢？在上帝的避难所里面就是真实的平安。是的，在神的爱中，
没有惧怕。我在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些很深的感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其实你也很担忧，还不只是担忧自己，你也很担忧你的孩子。我的孩子的未来路要怎么走呢？我的孩子的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安排他前面的路呢？我要怎么样规划他？但是请你真的相信，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我们都非常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想把最好的给他们，我们想为他们做最最周延的安排。但是就算你再有智慧，智者千虑，总有我们考虑不到的地方。哪里是安全的？在上帝的手中就是安全。祝福你，你很忧心吗？为自己，为家人，为你所爱的人，试试看，来到这位全能的神面前，在你不能的，在他凡事都能。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交在上帝的手中，万无一失。你要不要试试看，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和你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正感觉那就是我，我就是里面七上八下，充满着不安，充满着担心，充满着忧虑。你再怎么样忧虑，你连一根头发都没有让它从白变黑，从黑变白。但是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奉主的名祝福你，不是没有困难，却有避难所，你可以躲在它里面，在它里面有最大的平安。主耶稣，我特别把现在正在很多忧虑、担心、害怕当中的朋友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当他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愿你向他们的心说话。主耶稣，你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把平安赏赐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此刻就有一个从上头、从神而来的平安进到他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因为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听祷告的神。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试试看，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愿主对你说，他的名字称为耶和华沙龙，有他就有平安。